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前年一举得男的韩国女神全智贤荣升辣妈后，依然曝光率持续高涨。她在产后短短半年便复出与长腿男神李敏镐合作韩剧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，剧集于去年初播毕后，全智贤接拍的广告便从未间断。而去年6月，全智贤宣布怀有二胎，而去年底她怀着8个月宝宝携丈夫来港被拍。至上月底，有韩媒绿先披露，当时怀孕36周的全智贤第二胎同样是男婴，预产期为本月底。而她代言的首饰品牌公开全智贤拍摄的新一集广告照，竖起全发的全智贤穿上黑色上衣，展现高贵优雅的魅力。此外，全智贤代言的服饰品牌亦公开了新一集广告照，穿上贴身黑裙配羽绒的全智贤身形瘦削，估计这集广告应该是她怀宝宝早期时拍摄的。36岁的韩国女神全智贤与老公崔俊赫于2012年结婚，去年2月生下儿子，今年6月宣布再度怀孕，二胎的预产期在下个月。近日，有香港网友在西贡一家知名的米其林餐厅吃海鲜，看到全智贤跟老公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友人一同用餐，他们全程都在讲韩语，令网友确定全智贤的身份。据网友爆料，全智贤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明星，全程表现自然，跟男女友人有说有笑。